看过来看。《七龙珠》《海贼王》。哇，你没有看过这么大碗的拉面吗？一个人怎么吃得完哦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北马有名的金刚拉面已经来到歌峰了，来，就在这里。King Kong， 金刚拉面，这里可以吃到超大碗的巨无霸拉面。走走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大碗。嘿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《七龙珠》《海贼王》。这里整个环境很有日本 feel。哎呦，不错哦。来，小姐要点餐了吗？这个人有点像你吗？我就是他，我是这里的主厨。哦，原来，那赶快介绍什么好吃的。可以可以。来，我们的大碗面一定要吃的咯，料又多，汤又好喝。如果吃不完太大碗的话，这边也是有一人一份的。汤头有六种，有辣或不辣的。如果你不想吃面的话，吃我们的加一饭也是不错的。OK， 那你推荐的多给我来一份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金工一起棒拉面。哇，这个是普通拉面的大小，这个就是金刚大碗拉面，真的超大碗，这个可以两到三个人吃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有炸鸡、腊肉碎、叉烧、溏心蛋，感觉像巨人国的汤汁，试一下汤先。它汤里加了黑蒜油，特别的香，而且很浓。叉烧也很大片，真香。那叉烧是半肥瘦的，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它的面很爽口，还可以吃到很香的肉碎。这里有一人份拉面，这个是米多利拉面，你看汤底很特别，青色的，咸咸辣辣的，有一种蔬菜的味道。照烧香鳗鱼拌面，这里咖喱饭也是很大份，你看有一整块炸鸡扒。它咖喱很甜很香，这个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日式咖喱饭了。玩完啊，你以为三文鱼盖饭？三文鱼很新鲜，真的美味。我咖喱，刚刚那个帅哥主厨大力推荐的软壳蟹大锅。你看上面这个紫菜熟悉饭是炸过的，很特别。吃起来很香很脆，有点像 burger。 日式饺子，很少在日本餐厅可以看到这样的饮料，这杯最吸引我了，因为它是桃胶饮料。我感觉皮肤变嫩了。地表最强拉面，这里拉面真的很大碗，赶快约朋友一起来吃金刚大碗拉面。